你認為 GoDuPro 可以怎樣幫助小朋友成長呢？而你未來會不會利用 DuPro 應用在教育上面呢？透過玩 DuPro 其實可以訓練到小朋友很多不同的技能的，即是你想想玩的時候裡面他們其實要不斷溝通啦，會講嘢啦，會用上很多詞語，很多對話，對他們的 language development 很有用的，對他們的創意 creativity 也都非常重要，因為在不同的主題裡面其實他們會可能要砌出不同的物件出來，又或者可能他也都會透過爸爸媽媽砌的東西他要模仿，其實對他的創意都是會有很大的幫助的。第三呢就是他們的 physical development， 就是其實他們的手指仔呢在動這些火粒的時候呢，其實是對他的手指個令到他靈活度增強是很有用的。第四樣東西呢就是其實在不同的主題裡面呢，小朋友的認知會增強了，無論對顏色、數字或者不同主題裡面怎樣會擺這些物件，他們之間的互動是什麼，這樣都是對他們了解這個世界會多了的。講到了解世界，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技能，就是他們會認識了什麼叫做 organizations 和 systems。 其實在很多主題裡面呢，等於是我們一個微型的社會來的，等於早啲認識呢個社會咧，其實原來係好多系統喺裏邊嘅，即係譬如可能有交通系統啊，有飲食啊，有基建啊，有醫院啊，有學校啊咁樣。咁其實對佢哋個學習同埋佢個知識嘅吸收咧，係非常之有效。